带着专辑 I Never Die 和主打单曲 Tomboy 卷土重来，紧随其后成员田小娟、宋以琦和 Mini 登上了 Singles 杂志四月号，并接受了杂志采访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此次小娟、宇琦和 Mini 都参与了制作过程，展现了 K-pop 偶像的多才多艺。Mini 和宇琦分享说，在准备专辑之前，成员们一起讨论了他们想要走的方向和想要展示的形象，其中成长和表态是反复出现的关键词。队长田小娟还将专辑与漫画《海贼王》进行了比较。小娟说，至高无上的战争是《海贼王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小娟表示，他们打了一场曾经认为永远无法获胜的战争。两年后，他们再来讲述爱的如何成长，就像漫画一样。成员们觉得他们的专辑也是在至高无上战争之后制作的。疯狂的小说是 Violent Death 中的歌词，克服逆境并找到幸福的结局，一直是英雄的工作。然而我想，我们面对世界证明自己价值的方式，不更像是一个恶棍会做的事吗？我想象了一个反派获胜的结局。当被问到他们的粉丝应该期待什么歌词时，小娟回答道：爱豆韩社，每日解说最新韩语，欢迎点赞和订阅哦。